아이들에게 몽키키드의 새로운 모험을 선물하세요. 신제품 레고 몽키키드. 今天爸爸给你讲一个大闹天宫的故事。是我师父齐天大圣大闹天宫的故事吗？没错，据说大圣把6000年才结果的蟠桃吃了个遍。留一个给我。就连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拿他没办法。师父小心。二郎神和哮天犬也不是大圣的对手。哈哈，吃了藕酸剃头。故事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，下一次看我悟空小侠大闹天宫。悟空小侠来也。开始啦！乐高。